人只要你肯学习什么东西、哦、在哪个领域里面你还是可以走出一条路。你没有感觉我们台湾农户都很厉害，有没有厉害？连种那个兰花那个当下就表演给我看、哦、他拿了一支牙签、哦、拿了一支牙签、哦、他就说那个村长，我就这个黄色的蝴蝶兰，黄色的这红色的蝴蝶兰，这个紫色的蝴蝶兰，我就可以再生产出另外一种颜色的蝴蝶兰。怎么用？他就把那个花粉把它弄掉啊，弄一下有那牙签、哦、牙签，而且把它装在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地方以后生出来就有不一样。你看一个农夫哦，农夫博士啊，都当博士了。你看，所以你看我们蝴蝶兰是全世界也算排第一名，很厉害的。台湾的蝴蝶兰的那个寿命，开花的寿命时间最长又最漂亮，都很厉害的。你看农夫呢，他输了几个字，他在那个领域里面都很厉害。那我们相对也是一样。你有准备在那个领域，就前几天啊、有一个从化班的家人说要自己创业，我说很好，创业是很好、哦、但是你一定要从事本行哦，哎，本行，按照那本人对不 对？本钱，那本钱没有关系。只有你的本行厉害，又是你本人做事的态度，那本钱不用怕。吴宝春有没有钱？没有。吴宝春现在一个店面一个月做一两亿呢，就卖个面包而已哦。但是你看，为什么他能开那么大的店面？为什么？你们应该有听过报道嘛？有。因为他是全世界做面包第一名的冠军。第二，为什么能冠军？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做事的态度，对工作的执着，还有要求。那个要练到没有灯光、没有秤子都没有，那个面经过他的手剁，菜刀剁，每一段的长短不会超过1毫米，重量不会超过他的要求。做出来的面包都是一样，不用拿手去量，不用的，每个熟蛋做出来的厚度都是一样。我们看到人家在做那个花生啊，花生碱啊，也是一样啊。那电视的报道他都没有用手量，就一抓抓啊，都每一段每一颗都一样重，太厉害了。当一个人他学习到冠军，就表示他的做事态度都是一定会成功的，因为他有这个态度才能达到冠军。那相对的，企业家看到他会不会投资在这个人的身上？会啊。建设公司的董事长说，这整面的店面全部给你用啊，就进场了。你看确实就成功了。所以本钱不是问题啊，你就在你的领域，那个领域里面，所以不是你的本行，千千万万你不要进场。你要进场之前，你要去用心在那个领域里面，要用心真的找出里面的味道，找里面的美角、哦、还有里面的好坏都要非常的清楚。不然你身边的合伙人工作者一定要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内行，如果没有，你不要随便进场、哦、一个人一次的失败，两次的失败，连你自己都会怎样，都会失去信心。小失败也是会这样，所以小事情你不要觉得没有没关系，随便。其实你今天的没有信心，就是你很多的小事失败了，造成你今天大的事情你不敢做。每一件小事都要给他成功，每一件小事都成功的时候，就会加强了你的信心。那加强了你的信心，你就更加会成功。嘿，好，所以说他说他本身想要自己创业，我说很好很好，但是你本身啊就是要做本行的工作。好、哦，因为台湾现在要自己创业机会是很多的，因为薪水固定就已经这样，它是有点困难。困难为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周边的人的工资不高，那不高的时候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自由大家会往来，那往来的时候你不做怎样？你不做别人会做，所以造成不可能。那、啊、你说用叫企业家去调整它，企业家说我调整啊，别人不调整，那我明天会怎样？我会关掉啊，你成本比别人高嘛、啊、所以永远就挣不完了，他就会卡死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谈了这个学贵谦下、哦、就谈到啊这几个。那我们再来谈天道
亏盈而益谦。易经里面讲说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这个天道就像个水一样，里面有一个洞的时候，它会去把它补满，跑到那边的时候，它就把它补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天补满的时候再走，这个满的时候，这个月亮满的时候，明天会不会切？它会切，一慢慢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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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盈满，盈就是满的嘛，它就切掉，慢慢切，慢慢切，就像初一十五月满的时候，十六最亮，十七就开始切，切切切切，就这样。那而益谦，就是切的时候，切的时候会不会再补上来？会不会再补上来？会补上来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本身人呐、最后一段人呐、人就会喜欢呢谦卑的人呐、会讨厌骄傲的人，喜欢谦卑的人，讨厌骄傲的人。只要你谦卑去请教人家，甚至你笨笨的去请教人家，人反而会跟你讲，会跟你讲，我所从事的我的行业，我自己开的公司，在那个行业里面，说实在，我不是内行，因为那不是我的本科，那不是我的本科。但在机缘之下，我们都已经进场了，怎么办？我就靠着看了很多的书，可以说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我看的书比我读书的时候读的电机工程书还多。当我去问人家，我的家公，我问他的时候，他们都很乐意告诉我，因为他发现我很笨，问那个事情太离谱了。我说为什么一块铁，这里一块铁转下去，这个铁靠这个铁会产生铁屑。他说，他看你笨笨的时候，这一块就是车刀，它比较硬，这个比较软，靠进去，这个软的东西就会被切割了。他会不会告诉你？他会告诉你，因为你很笨，你连这个都不懂，你很笨，你连这个都不懂，你也当老板，已经当下去了，当将军了怎么办？当你当下去，本钱全部都压下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认真？你当下读的书啊，是很有用的。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大学，你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，你要进去读大学研究所，他们不喜欢。你读了研究所是没有用的，你没有经验，也不知道那什么方向。我们台湾不是一路上就一直栽培上去，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读出来没有用啊。他根本没有进入社会，他根本不知道他了解他喜欢的什么是什么东西，他不知道啊，就人家读就跟着读了，读了之后根本没有用。所以现在栽培很多剩余的人才，剩余的人才太多了。现在读高职毕业的，只要你是读电工科的，你读机械科的，读这几个科系，高职毕业你出来薪水是两万八。你读大学毕业的，大学毕业的是两万二。你研究所的服务业的，不好意思，24000一样。但是高职毕业的，电工科、机械科这一类的，土木也有，装潢这些都还不错，冷冻的都还有28000起薪，3万块。所以好像在走回头路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服务业就是26000起家，你给你那大公司也是都是这样，只是他们有一点小费的红利而已，小费红利，所以还是技术起家。我们再来谈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就像下雨的时候，雨水它流到低洼的地方，会不会装满？装满之后再流到别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就会装满的时候，补不足的地方，补满再走过去。不在这个国际鬼神害盈而福谦，鬼神看到你得罪的时候，他就想办法会加害于你。所以人得罪的时候，你要记住一下，当你赚到钱，不管你是做事业赚到钱、买基金赚到钱、做股票赚到钱，只要你当下赚到钱的当下，你一定要赶快拿一点钱去做好事。因为一定有一些有形无形的人会不甘愿的，所以有很多人可以赚到钱，但是没办法留下钱，有没有这样的？储存不起来。所以当你尤其是赚到横财，横财
就是这次刚好我的薪水就固定这样几万块，我分了红利，我分到红利啊，就像叔叔我他们分到红利啊，就要赶快做好事，赶快做好事，那个叫做横财，那个叫横财，因为我这一辈子哦，都靠赚横财，我就赚了很多的横财，就很多的机会，有时候出去要看到人家家去，我就踏到被踢到铁板了，真的是铁板。他们买了很多铁，就放在那个办公厅。我说，这种东西怎么放在这个地方？铁不拿到仓库去？翁董，那不是铁，那是生铁。生铁就是电池，这个是那个磁铁，西部在那个生铁，这样，这很贵的，这一公斤几百块的这样。我说放在这里，他说用不到了，啊，他不知道卖到哪里去。我说什么在什么用的？他说什么用的？我就打一个电话。就找一个人，说高先生，我这里有生铁哈，啊多大的，啊一公斤是多少钱，啊120块多少钱这样，啊他说，啊再便宜一点呐、啊，我说多少你收了，多少你收了，100块了，我说好好好，几吨，我说几吨就含了，我就回来说，哎、欸，人家说那个太贵了，啊那么大，还要买汽车，还车到那么小，要工钱呐、啊，你要降低一点呐、啊。啊，好了，钱不在计了，多少钱呢、啊？啊，50块，50块了。我说啊，再便宜一下啦，好、啊、几万了，不要再烧了，45了。我说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刚刚打电话，张增奇，你叫一台货，叫一台那个卡车，还有一台那个推高机啊，到哪里去把这些东西送到哪里？他很听话，他很听话，他一路上都很听我的话，他就去载了，载回来说，我拿了5000块给他，他说干什么？吃个冬瓜茶，辛苦你一天了。怎么这么好？以后有这种事情哦，就多叫我来做就好了。他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工作，我就叫车自己推到哪里去。你看，我说那一趟我就赚了几十万，60万，60几万。那就是一个机会，就是你做好事啊，你帮他做好事，也帮对方做好事。对方赚多少？对方一公斤哦，赚了将近100多块。对方。这人赚多少？赚多少？45块啊！他已经放很久了，赚45块啊！啊，那我呢？55块啊！啊，张登喜呢？4个人都赢，都赢嘛！还有那个迪格矮，还有那个卡车，有6个人都赢，有没有快乐？有没有高兴？那不是做好事吗？他放在那个办公厅放多久了？没有人会发现，但是我就是发现。做好事，做好事。我到岳父那边去，看到他整个仓库都是普洱茶。我说包什么东西啊？普洱茶了。我说买那么多啊？对啊，有一次人家叫我买，我买，卖了赚了钱了。啊，第二次他又来买，我就买了，就都没有人要买的。我说你买多少钱？你要卖多少钱呢、啊？我说好，我就回来问，他就问我们的蔡董，问我们的那个杨博士两个人。我说这个茶好喝，这个茶好喝，可以。就可以，哦，啊，多少钱？哦，就把它，你几箱？包括那个明晚你几箱？哎，你几箱？3箱。你买3箱啊？后来你卖几箱？菜菜拿一箱半去。哦，这样哦 ，OK， 好好好，哦，他也赚小赚哦，有没有小赚？有啦。哇，请坐，请坐，哎，就一下就一个货柜，哎，那个算千万的嘞。你看，我要做好事，我要做好事，重点哦，就剩下20箱了。啊、怎么办呢、啊？因为我没有在喝茶。那个蔡总跟我说：“人长把他留下来，一定可以赚的。”我就听他的话，真的呢。我们一下船就规定，就一块就是1000块。小麦呢，小麦就要2200，啊，一箱的一块就1000块。但是说实话，我们就是当初就买600多块，啊，一下就赚1000，就1000块。啊，就一直有人来买了，啊，就一拖出，一直拖去，哦、啊，就偷偷把它赚了，把它赚了，好、啊，就我现在看婷婷在摇头，婷婷也有卖嘛，婷婷也有买嘛，你买一箱嘛，你买的哈、哦，不是我现在买的哈、哦、，OK 了，好像大家都有买，你看我要做好事啊，买的人也赚了，他们都很高兴，很高兴，那个卖的人有没有赚？这个仓库好几年了，好几年，那我有没有赚？我会赚的，我不要在这里说我赚多少，我会赚，他都很高兴。我从那时候开始哦，就学习喝普洱茶，我才敢喝茶，你知道吗？
不然我境界很高呢，我都上千呢，我都喝上千的，我一路上十几年都上千啊，现在都走了下走了，哎呦被乔林哦带去喝红茶，都已经下都已经喝下走了，本来都一路说上千，我们住到期的人全部的人都很喜欢喝茶，就我每次都喝上千，他说你就不要喝一下吗？我喝一下说完了我睡不着觉啊。哇在想哇真的茶，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不敢说我茶博士，但是我跟客人达到茶寿数的程度，那个茶一喝就是知道哪里的茶什么茶我都懂了，都懂了，我也看了很多的书，所以这个领域、哦、我可以卖茶，我已经可以卖茶了，你讲不营养，所以 我连几度都要讲清楚，连几度都要讲酸度几度，我讲起来就已经 有人会买，我真的没空，有空我到大陆去帮你卖茶，一定生意会很好的，只是我没有空。就演什么要像什么啊，你不要认为那个和你没关系，博昌到那边去都在卖茶，他是印刷的老板呢，印刷的董事长呢，卖组的老板呢，他们什么组什么组都懂呢，写字的组印刷的组他们都懂啊，但你到那边去你能开个工厂在那边吗？印刷在大陆你没有拼的，没有拼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那个竞争力，你看童老师也是老板啊，春来都是董事长啊，但是你到那边你要去闯那个业就很困难的，所以你看他重操旧业，拿出的那个奸细啊，拿这个奸细啊、哦、还是会走出一片天，走出一片天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认为说你一定要学习什么，有开课那些都是我们感受得到，我们再去开课你就用心学习它，那就是你一条另外一条路。好，我们再来谈曾国藩啊，曾国藩啊，你们是读藩还是读环？曾国藩啊，他位阶是四省的总督，这很大，可以说是一个小皇帝，但是他当时是一个汉人，在那种满清的那种环境之下，他要不要谦卑？他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啊，我不能功高震主，要非常的小心，所以他的书房起一个名叫什么？求妾斋，就是他找缺点，一定每件事情做好之后一定要有个缺点，他不敢做到最完美的地方，嘿，他知道他生活在那种环境之下一定要有缺陷，不能太过完美，功高会震主，所以有很多人啊他能力真的是很强，但是他为什么没办法遇到伯乐啊？其实不是他没办法遇到伯乐，是他把伯乐杀了，把伯乐挤到走投无路，结果伯乐会不会反身？反身来逼你的，太多人就是这样的，太多人就是这样，就非常小心，好、哦，非常小心。就我们到外面去啊，普度众生的时候，我们前辈一路上都是走过了，他们都是用谦卑的心态在学习，用谦卑的心态在普度众生，反正就是以他的行动感动了很多人，用他的行动感动了，用他的真诚的服务。真诚的服务，就是前几天啊，我们王老师修院就带了深圳很多的那个翁老师、钟虎老师的粉丝要来看老师。来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就是在打开幸福的手书里面啊，就看了啊，这个老师讲的不错，但是就没有看过啊。结果他们来的时候，那一天在贵宾室列队欢迎钟虎老师。我第一次我都在欢迎别人的，他们列队，全家人都列队。哦，整团的人列队，我说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景，整整高兴的看到你迎接我进去，啊，就借机会跟他们讲了将近一个早上的课，哦，就看起来是很亲。第一次，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啊，那讲课录影起来有没有重要？有没有重要？有，就这样就产生了。我走一趟到上海，我就晓得要回来。第一，当下我们董事长年纪大了。他不喜欢我跑来跑去，不是我没有能力跑来跑去，他老人家习惯性和我共同讨论事情，其实他已经可以决定要不要多一票来支持他，就多一票信心就很强了，就敢当下就会决定，这是一路上走来革命的情节，革命的感觉，这样一路走来的，决定太多事情了，几十年来就这样走过来的，我要出去我有请示的，什么时候才要回来？三个月都请示啊，路程行程都都好了，第二站就回来了。回来干什么？他要请客，
我要回来接待客人，这就是你才熟，我不熟，就用一个名字就要你回来。你说你要怎么回答他呢？我当下就跟王老师陈理说，我要回去。这个重点不在请客，重点老人家不习惯我离开。这是一路上走来都是所牵的手来，来完成了重要的一些决策与使命。好，那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那你继续前进，他就继续前进走到北京嘛，就去北京啊，就立足在北京这个地方。你看我当下回我就会决定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在工作，我们不是在玩玩票，这不是在玩票，这是真正在工作。所以你看我现在为什么一个礼拜会到那个溪头爬两天的早上的山，我们压力是很大的。包括我们林建同修，你没有感觉他现在变黄肌瘦吗？因为我就是看到他这样，我才跟董事长报告我要去爬山。我每天都在游泳哦，他每天躲在那里面，除了出汗除了小便出来都没有出来，他脸色都变了，我知道啊。我强迫他一定要载我去系统，只要他一个礼拜走两次的系统，不然这个小孩子用不久啦，会用不久，我们要用久一点的，我们要用久一点，所以要给你知道我们是在工作，这不在玩，就是有计划性的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目。哎，希望你看到听到这些对你有记忆的作用，有记忆的作用。好，我跟你讲的都非常实际，但是你的劲道不够，所以你不会喜欢。啊，为什么劲道不够？因为你有方向目标不够清楚，你还没有被环境逼到，而你又不会去塑造那个平台。就像我说的，我宁愿跳下日月潭，我为了要跳下日月潭，我在游泳池一下就要提高我的体能一倍多，对不对？我平常一千嘛，游一千，我现在游两千多。等一下这堂课下课我就要去了。你看，如果没有立下那个横渡日月潭的目标，那我在游泳池我要游1100就很辛苦了。1000道好像做算箭计酬的，就想1000道就很软的，就想要下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就不会了，感觉就是一定要很强壮，因为后面有3000的，你没有拉上去是不行的。所以我就举这种例子来提醒各位家人、各位老师，好、哦，你就是没有把在方向目标立清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珍惜你身边的很多东西，都宝贝，都是宝贝，但是从你的眼睛走过去都没办法看到，你都不晓得那是宝贝，但是很好的东西很多很多，哎，但是你遇到那环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欲哭无泪。希望这堂课听了之后，能提醒你自己。哦，有遇到环境那是最好，没有遇到你要去找这个环境，那没有最起码你要懂得为了往后的路来做准备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